生严重出轨意外的台铁408次列车，伤者中有不少是台东乡亲。四车位当中，目前确定是台东籍的，有七位，而且是要回到台东市立殡仪馆。全球的人拢在给人祝福，给因阿吼灵的安。亲身安慰罹难者家属，志工第一时间赶往台东殡仪馆陪伴。三号凌晨开始，陆续有罹难者遗体运回台东。因为我们目前在台东市的冰柜里面可以存放的是17位大体，但是为了因应这次是我们太鲁阁的事故，说我们让我们业者卸掉移动式的冰柜。面对突然的变故，相关单位及时做好因应准备，志工也会尽力提供协助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素月台东报道。